你再敢乱说，我就让爸给你安排相亲。爸会不会给我安排相亲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会给你安排。臭小子，你又挖了什么坑？林心意，沈姐姐，打扰了。看来要加付碗筷了。你身材管理还不错，你们俩认识？沈总，冰箱里的虾可以用吗？ 我再做个蒜蓉开背虾，四个人应该够了。阿然，去看看。OK， 你们先聊。你，好。小姐姐好毅力啊，居然能追到这里了。小沈总误会了，我来找魏延。那你应该去时尚周刊来我姐家做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。 一定是林小姐突然发现自己吃坏了肚子，所以来我这里找点高端食材。小沈总不用这样打趣我，至少我比某些人坦白。您这样双标，是不是太不公平了？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人三观这么稀碎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的。我劝你说话善良点，我狠起来自己都怕。阿然，人来了就请进来吧。<笑> 沈总，打扰了。魏延，你怎么？我的衣服弄脏了，还在洗衣机清洗。<笑>衣服洗了，澡也洗了，接下来就该深入采访了。我是不是还要回避啊？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有什么误会回去再说。既然是误会，为什么不能在这里说？有我不能听的吗？该知道的，你都知道了。今天你为什么会来这里？ 自己清楚，林微柔，如果你现在离开，我们还能留个体面。看我干嘛？关我什么事？我来拿录音笔的那天晚上，你们在一起吧。我没有，不是我啊！别瞎说呀！什么录音笔？所以，小姐姐不是第一次来这里，为什么去错过了什么？<笑>原来你们早就在一起。 秦魏延，你还有什么好说？我不想与你争辩，只是提醒小沈总，别看走了眼。我都说了不关我事了，说话要讲证据的哦。秦魏延，你背叛我就算了，竟然还颠倒黑白，我身上泼脏水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那天晚上你我见面，小沈总的车正好离开，我看得很清楚，你身上的男士香水，我也在这里闻到了一样的味道。林微柔。 还要我说下去吗？是我的人，真不是我呀！那天我人还在国外呢，我有机票可以证明啊！千万不要因为一杯绿茶影响我们一家人的和谐呀！那天晚上我来拿录音笔，亲眼看见小沈总的车从这里出去，不是小沈总，还能是？都是信息量超载。沈话，你很得意吧？可惜。 你只是捡了我不要的东西，而且还捡了两次。既然是不要的东西，林小姐现在唱的又是哪一出？要说捡东西，林小姐才深谙其道，一捡一个不吱声。吹着我吐掉的泡泡糖，还跟我炫耀吹泡泡，欺人太甚！